旧山县富士街哇，等了20年，不过因为新盘通过，一切没法度顺利推行。苗栗政府咧还是用了解铁路慈航岔改方式，想为重新启动。了附近一道个店家都当期待，希望也做得为提丰观光带来发展。不过也有人认为，收费个富士当然会有火车来行哦，将系提丰观光前景个发展。 用了6年6个月，旧山县铁路铁马总算开始试运转。万里烟将企业成功，民政府系统明确90周年留念，想要推动石炭火车复驶计划，不过认知成本太高，无法度长久营运。 三年乡头三年前，成功加入国际慢享料后，政府没关系来推动铁路铁马的计划，希望三年变做国际旅游的新素材。政府估算铁路铁马当年期末是增加300000人次来流量，加出6000万个地方商机。所以我们呢一直在打造一个吴元聪的这个产业，也就是希望说借着观光休闲，把所有的 全国的观光客来带进来我们好山好水的这个苗栗，然后发展观光事业。假设每个人消费是200块钱，其实我想至少也会有将近有6000万以上这样的效果。对岸的规划总体居民反应不同款，有人认为新趋势无法度长久引进，但是没有人认为讲你要带动观光的方法。 风景也很美啊，大家都很想骑啊，要赶快开放。看花两集啦，但是看好的比较多，看坏的当然也有啦。那个看坏的，我就讲一下，他是认为这个不够长久，但是都属于学术界的。一般的商家应该都是乐观其成啦。 有铁路民认为，Q3线还有火车复驶将近有意义。以往火车复驶结合铁路铁马，不过咧哈，台中市未同规划Q3线复驶，可能未有冲突。目前咱的看起来，实际上是还好嘞，这个当然希望讲哦，当然将来复查哈，哎，慢慢再个行哈，量的同时哈，并顺哈，都会时间分开哈，也安尼发。 对，亚的Q3线呢，通台部署，列车行驶哈，加个驾驶哈，将会全部会现。如果台中市所提的蒸汽火车复驶或特色列车复驶方案是可行的，那未来在特定的这个时段里面，我们可以让蒸汽火车呢来从后里。 然后到泰安，一直到圣兴火车站，这是特定的时段。那常态性的呢，还是以目前在苗栗县所提的，我们圣兴到鱼藤坪桥区，到六号隧道，到了后里的泰安站，这里是可以来运行这个 rail bike。苗栗县文管局表示，Q3线对苗栗三义跳起台中后里，全长4.9公里。 然后铁路铁马跟它快放6公里，本来希望是帮上到台湾后里站，要接到台中推动的中正中区计划，接到官方的游客，然后市运转阶段的铁路铁马计划，县政府并未详细相关营运数据同地方之间，保障交通部观光局来款，要决定市营运时间，完善请假明年初实施正式营运，看看成本容易弄，下礼拜头。